OK， 第九关，剩下五个了。那、啊、然后这边应该没东西，哎、欸，这边是空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球球会超过这个啊？等一下、哦，混，哎、欸，好，这样，先弄爆那个啊。Nice、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是方块吧？欸、对，喂。这个地图很爱放一堆莫名其妙的很莫名其妙的机关，真的是，哎、欸，怎么卡住？哦，好好，丢下来，然后换我踩吧，不要有一哦，没有，吓死我！啊，问题是我要怎么把那个球引导过来？问题在这里，那个球要引导过来有点难度。因为我成功了，我以为我在乱搞哎、欸，其实，哎、欸，可是它是开到哪里啊？等下太悬了吧！我第一次玩到连它终点在哪里都不知道，上面吗？还是？哎、欸，我没看到答，我没看到终点啊！怎么走啊？哦、啊，那里啦，那里有开啊！哎哎哎，很阴哎、欸，我看到喽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哪有这样设计的啊 ？Valve。好了，第十关啊，越来越复杂了。这看起来是用飞的，我要飞上去吧。可是这空间好不够，因为这都是按钮。这边有怪怪的东西。下面是污水，不行。可是终点看起来在那边，我觉得。我真的觉得跟这上面有关系。哎、欸，还有电！停！好，我们又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了。哦，下面有一个方块，那么远哦。啊，可是我要怎么把它弄出来？这样 ，OK 了。我先看一下我出来要哪里。哦，出来是这里。好，带出来，带出来。啊，现在问题是另外一个啊，另外一个怎么办？我上不去哎、欸。我觉得这一定是要用动量或是什么来让我们上去，可是这怎么看都不自然。你看它这个真的会挡到。然后我现在知道这个是干嘛，这是我们刚刚出来的地方嘛。哎，刚刚有一点机会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过啊，但是随便啊，就好啊，拿到就好，拿到就好。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，放弃人生。OK， 第十一关了，这后好大哦，这上面是不是会有？我就知道，我弃了这一关。这是什么？No, water. Water is this. 上去吗？应该是上来了。啊，再来要怎么办？下去吗？这样。啊，怎么还有？这样，这传送门会不会被盖掉？欸，不会。哎呦，太刺激了吧！啊，这种，那会被推动，太刺激了吧！这哪是测试啊，这是虐待人吧？等一下，救人哦，救人哦，这种过，这样吗？然后，等一下，好，很好，救人哦，等一下，我知道，等一下，哦。还好人有危机意识，然后再过去呢？还有，应该都一样吧？呀，不太一样。随便，就先冲再说。好可怕哦，超可怕！这关是比速度的、啊，然后就没了吗？哦，还好，没了。我还以为后面有更多挑战，那就太可怕了。
这光圈科学，这现代科学应该会，现代世界应该会被挤爆，违反人权。OK， 十二关。好的，不好啦，哪有这样？哎、欸，你这已经连续两击出来，就是机枪啊！哎、欸，已经第几关了 ？Hello， 啊，在那个是什么？关到了啦，等一下哦、喔，凶佛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边有一个方块，好，好，可以。我看啊，两个按钮嘛，所以一个是这个，另外一个在，我没看清楚啊，这个是干嘛的？哦，这个按钮是升高那个的，再丢下去。哎呦呦呦呦，那应该不会夹扁我吧？哦，不会不会，它这高度刚好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其实不难。OK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来了？哦，可以打穿。等一下哦，你想做什么？等一下，烦死了！你这已经是……哦，我已经不知道可以吐槽几次。你看这个，他就这样放一个缝隙在这里。我还有，哎、欸，碎呀碎呀碎呀。那然后，哦，好难哦。这边有一个要放方块的地方，然后要开上面这边，是，哦，那个是开门的，我以为是把分解网弄掉。啊，我在猜这个啦，这边应该是有啊、哦，有，管有方块，我要注意一下那边。哎，这个是被挡住了吗？啊，对，被挡住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很快。然后哦，这地图用了好多技巧、哦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会把门关起来。我先这样好了，然后拿掉，然后带方块过去，这样，哎呦呦呦，这样方块就过来了。然后这里，好，有了。这个地图好莫名其妙的沉闷哦，是因为 GLaDOS 不会吵你吗？我觉得超级沉闷的，我觉得心情有点。说不上来的不安感。OK， 第十三关了。有一个方块在上面，然后又是机枪塔。哦，天哪！你们到底都在玩机枪塔，真的是。来来来来，烦死了。还有一个哦，看到。那、啊、这个怎么上去？哦，这踩着就会上去，可是这踩着就会，应该是需要方块挡了。这边没有藏东西吧？是没有啦，可是这边有一个要用那个能量球，哪来能量球啊？问题是，不要。哦，能量球在那边。有，可以，好，所以能量球会下来，可问题是它会从哪里出现呢、啊？我先蹲那。哦，从这里出来啊。哦，来，我知道，那就把它弹进去就好了。有嘘，好，哎、欸，这个没了，那这样是我要过去的意思吗？哎、欸，果然有东西过来，然后啊，哎、欸，他自己滚上去了，好刚好、
来啊，吉祥卡，莫名其妙丢下去，然后这边应该是，反正先拿出来，我觉得。这样，哎，有了，哎，有了，可是这感觉很危险。我先看清路线，我怕它会掉下去。哎，它真的会下去，哎，这样的话呢？哎呦，好，很好，下去。这是个人过的吗？我觉得这个如果有人可以过，真的是很猛哎、欸。我不是说人啊，我是说现实中的人。当当当当当，好啊！现在怎么办？这干钮是干嘛？嘿，又十五秒。哦，这个是开门的，啊，那门放在这边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太快！哎、欸，怎么被打到？有哦，过了，哦，哦，天哪！现在这后面的关卡，后面的关卡都步步惊心呢。我以为他没有多难。来了，各位，最后一关，我相信最后一关一定是最难的哦。所以这关如果解很久，那一切都是正常。我怎么掉下来？哦，烦！对，掉。我上去，好多机箱塔哦。下面那边有一只啊，然后我刚刚看到好像另外一边有一只。他、啊、这个方块先拿下来好了，这方块为什么那么多方块？给我挡住！我刚看到这还有，不要打白痴。好，所以有一个开关在上面。欸、等一下，我应该要让球下来。他、啊、怎么让球下来呢？文德西。哦，还有两个在那边哦。哎呦呦呦，太好了！然后那边一二三四五，这有五个开关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开的是这样下来，这个在到这里，这边也应该有一个要进去。我先不要过来好了，因为我刚刚看到那边其实是有地方要放方块，可是它这边只有两个，应该是够的哦。我大概知道为什么要有那么多。好，这样两个就开了，然后在这个开是第三个嘛，对不对？我先不要开这个，我先看清状况啊。这个是干嘛的？哎、欸，你还要小心哦、喔，下面有一个，这个是，这样，这个是四，所以那边还有。这样，我要小心，我怕这个他会弄到我。好，冲！哎、欸，同时这边也会开，这个开的是干嘛？哦，让我回去而已。这么一来，这五个应该就都开了。像有分解网是不是？哦，我想说什么？哎、欸，最后一关结束了，耶、yeah! ！哦天哪、啊，好难哦，超难的哎，这感觉有官方关卡的难度再加一级，真的，我觉得真的有，这真的有实力，还蛮难的，真的蛮难的。那这次的这个 Pro Steel Life 的这个地图，就是这44张，我也就玩完了啊。啊，对，其实这个地图真的做还蛮好啦，但就是感觉太沉闷了一点，因为没有人讲话。然后，对啊，这个模组算模组吗？其实是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的，所以那我在影片下面也会放这个模组的连接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玩。
但如果你有 Xbox 的特别版的话，那当然可以去挑战看看啊！我真的比我想象中还有挑战性啊，真的。那这奖励地图是什么？哦，就多这个而已，这 Challenge Map 是哦，原来如此，这就是一模一样地图啊。然后哦，这边有 Card Ending 跟 GLaDOS Voice Map， 这应该是把 GLaDOS 加进去游戏了，但其实因为它没有在录制更多的那个语音的啊，所以应该都会是原本。一些就原本地图里面会有的，那这个 Pro Flash Version Map Pack 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就是他们是只基于这一个 Map Pack 制作出来的这一系列地图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你喜欢影片啊，就按喜欢还有订阅。我是 Rock， 我们下回再见 ，Adios。